说好的抖内呢？叔叔说："我可以加红林好友吗？你要加哪个？加 low 的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妹子优先，好不好？打电脑就好了，要不然的话打 NG 会打不完，就是可能一直一直就没办法拿手绳。叔叔的名字是什么？我要加。欸，有加了耶！"谢谢耶！我有正妹的好友，你们没有？已 满足。好啦，那我们来打那个打电脑好不好？打电脑。现在这么晚了。打 NG 就真的到早上了，真的。如果打 NG，都可以退场了。泽 明可以退场了。干爹家家，你的应该是直接干爹啊，然后刘全明啊，哦，干爹哦，我在旁边。九猫猫猫是不是改名了啊？土豆，你们都在隔壁呀、啊，搜寻不到我。好，赶快睡，泽明，赶快去睡，晚安。好，晚安，晚安，AS，AS。哎，所以没有人哦。红利好赚，哎，again 来了耶，again，为什么找不到啊？你重新，红利都玩哪路？下路，因为我还蛮就是新手，所以我只能先从下路开始，就我都玩 support。先抢先赢啦！好像打电脑也应该还蛮快的。Only you can hear me, Summoner. What masterpiece shall we play today? 有谁选到？大家都没选到，是不是？只有一个，只有干爹进来而已，只有干爹抢到，其他人都没抢到。
天赋记得换。传送。有惊叹号，什么惊叹号？打电脑拿手算很快的啦，大概有两个那么厉害，应该是新朋友吧，因为我之前没有那个看过你们跟我们一起玩，下面有四个，有三个我都没有印象，所以应该是新来的朋友。那这样的话，快的话就是20分钟，可以20分钟内可以拿完。我今天特别晚打，拿手胜了，那我明天要就要更晚了才能打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大家都好强哦？这个三个都很厉害，是不是应该打 NG 呢？可是我选电脑了，唉，中间三个都配到很强，还有干爹，这组应该选择去打 NG 的哦。每次都这样，好可惜哦。我改 ID 叫做我爱猫猫，这是土豆。哦，大概12点才能打。像明天在明天下午看情况吧。他们还没好哎。叫大家爱猫猫，其实可以改成大家爱小护士。为什么要写小护士？性感小护士。阿卡利，品顺这个指令被呼叫38次哎、猫猫都快比红莲人气高了，对啊，但他们都要创粉丝团了。他们会不会断线啊？还是真的电脑太慢，所以才都没有跑？这个指令已被呼叫104，已被呼叫100次了，不是刚才38吗？怎么变100了？马上进10分钟。直接封顶100。怎么直接跳100？机器人都生气了。这么晚了，2点多了，快3点了。
看来有三长的比巧巧还慢，是不是？他们这样不会断掉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还是零耶，这样他们不会就是会怎么样啊？对啊，也不能中途退出吧，而且还有两个都是零耶，怎么那么刚好？你要重开吗？我们在玩了。哎、欸，会直接开始他就断线。什么叫做我们在玩了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是我卡住了、喔，他们已经开始了、喔。啊，是我电脑卡住了、喔，那我怎么重开？后头加F4，啊，所以是我。是我问题哦、喔，在我们这边等，等了老半天，然后我就会直接进去嘛，然后从头开始，然后他们已经打到中间了，说不定他已经推完了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嗯，我叫重新开游戏，我刚。真的耶！我的天哪，也太好笑了吧！你看，都到这里了，你们怎么知道、啊？哦，你看我，哎呀，不对啊！靠，买那么多水干嘛？现在都已经可以买别的了，我在这边已经存到，进来就已经存到这么多钱了。白痴白痴的，卖掉卖掉，应该是算了算了，这样这样就这样。太好笑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tand down, Captain. 进去就胜利了。对啊，我想说我会被进去然后就胜利了，反正打电脑而已嘛。然后我一直在狂聊天这样子，很好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电脑真的笨笨的欸，电脑好笨哦，我的妈！
电脑太好笨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老妹，你是谁？好像看了六个小时，真的假的？有吗？可能要去按一下指定。真的，看了六个小时哎。好神啊我！我猜的真准，真的。好够，我这个应该打得很快的。哎，中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Unstoppable. 终于能打字了，恭喜！你真的竟延十分钟了，好好笑哦！这是中阶的，我选中阶的。今天想说都选中间，
你的头可以放另外一边吗？你想看地图哦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Rampage.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Godlike. Double kill.刚玩，数据不熟。哦，这个打超快，真的不动到20分钟。然后我刚刚卡在外面，卡了大概5分钟，所以我大概只玩10分钟。怎么只有51是假的？去逛街一下，没摸了。Unstoppable. Double kill. Double kill. 半夜也练龙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玩 PS 玩太久了。我刚玩 PS 玩很久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好啦，刚好快20分钟。好啦，至少拿个首胜这样子。看到还没休息，团长当然要陪一下啦。好啦，差不多要关台了，真的，因为太晚了。谢谢啦，看到还没休息，对 ，OK。
好啦，那很真想赶快把直到黎明玩完，因为我很想看故事结局，我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，每次都玩到一半而已。然后好像没有什么人改名，所以就到时候慢慢来吧。嗯，对，那如果你要加的话记得再挂名哦，就是如果有人要加的话。那今天看播开到这边，大家早点去睡觉咯，晚安，拜拜。